先生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置他？你是怎么去情报的？上头人说，在亭子旁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树上有个树洞，他们让俺每2天去一次，只要一有情报，就给送出来。送去哪里？送到东街口育婴堂。 他们让俺把情报放在旧报纸里面，然后把它丢在门厅外的转筒里。他们给俺钱的时候，都是大半夜，俺连个人的影子都见不着。你最后一次传递情报是什么时候？就是，对对，就是中秋节的第二天，那天一大早，俺就看见树洞里面有情报。 俺就给送出去了。上面写的什么？当时偷偷看了一眼，那就是一张白纸，上面一个字都没有。白纸？你难道不知道你在跟谁传递情报吗？俺这个人不大聪明，但是俺知道，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，麻烦就越大。你和西堂的孙小姐有过接触吗？孙小姐，他在花园里看书的时候，俺就远远的看个背影，连个模样都没看出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大少爷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。是八角亭边的那棵老槐树吗？对对，就是那儿，那个树上一人高的地方，有一个拳头大的树洞。你这样传情报有多久了？俺是。 去年4月份被他们收买的，中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也就中秋节这次，大少爷，俺对天发誓，真的就这一次。先生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置他？背叛东家。 理应严惩吧。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拖下去吧。大少爷，我解释，冯先生，我是一时心急，我很大。大少爷，冯先生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饶俺一命，饶俺一命。<笑>其实，我们可以反利用他一次。 有人利用他到荣家来打探情报，那你也可以让他帮你去打探对方的消息。放长线钓大鱼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对对对，可以的，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我记得那个人的声音。